切九妹的这个怪物哦，都不上学，不上学。我能开心，我能开心，一路长虹，谢谢你。离谱离谱，这蛮离谱的。明天还要上课，你真好惨啊！想看有没有熟人在。找洋洋，洋洋在直播吗？明天整卷子，天呐，这个离我好遥远啊！哦，好困困哦，开了，好久都没跟他讲话了，最近不是很想接触汉服圈，算了，在的吗？最近不是很想接触汉服圈，就算了吧，不是人哈，是单纯的不想，就是搞汉服了。忘睡觉吧，今天染的颜色貌似跟我一样。帮你开家长会，我去干嘛？当你妈妈呀，男妈妈。不行，咱们得再播一会儿，挂时长了。突然冰雹，真的吗？冰城甜蜜蜜，你爱我又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你爱我呀，我爱你。明天不知道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车都碎了！天呐！主要大家还在陪着我，我挂个时长吧，我就再不过真的人流量都没有了，大家都不知道有还有这样一个网红。谢谢11的点亮，好困困，好困啊！哦。热呀！我过几天要去拍一组很好看的照片，哈欠会传染。为什么打哈欠那么好看？不要，不打哈欠很丑的，不要自带滤镜，家人们。累了，累了，真的蛮累了。我的发际线呀，准备睡觉了。我的发际线呀，准备睡觉了。我的发际线呀，准备睡觉了。怎么拯救发际线？燕耶君啊，耶，包呗！
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再一次被别人惩罚了，很无语，很无语。哎呀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连麦。你好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在哪里？哦，你在成都是成吧？都，他们成前都。两天找你去玩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怎么不来啊？我回家了。行 玩什么我们宝就贝？是，这局咱们玩什么？咱们就是我的最后一把 PK，咱们就随便玩一下。你说吧，你说呗。咱们就是画一个大钟表吧。大钟表我们画一个十二点，在咱脸们就上是吗？画一个十二点，对，咱们就画一个大钟表，哎，然后就是行一二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行，哎，然后指针行，不是那不是他这很坏，蛮坏，蛮坏。可以吗？那我们过程完吗？玩呀，宝，哦，过程就聊聊天吧。行，你是成都人吗？嗯，我是。行，我月底可能去重庆，月底可能去重庆，如果是不是来得及啊？做个你要签。来重庆吗？对，不行，我二去不十了五。重庆，家人们，重庆这个下头的城市。重庆怎么了吗？重庆喝酒深深的伤害了我。我觉得好像有听闻，上次你跟他们一起去了吗？上次他来的成都啊，上次他们。对，之前他们不是也去了趟重哦，就庆吗？是跟我男朋友那次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嗯，应该是我没有，当时我当时跟他们没有去。一些趣事啊。妖兔男孩，耶！画个小虎，路边。你每天都播吗？不，我。离谱！咱们这个什么？咱们就是最后一把 PK，咱们就是。破个零呗，的灯牌，主要是待会儿画钟表，应该是窦老师画吧？不得而知。啊 哦，不吉利，但不是吉利，不吉利。我不吉利啊！我们这个韩老师就是吃机票，也是有原因韩老师最近就是刚打完，没有什么票了。我。我们就还有1分50秒，我们那个什么一下吧。灯牌算一算，姐妹们。快快快，上票了，上票了！咱们先破个零吧，好不好？能有人破个零吗？干嘛？你们家这个零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，就是不清楚，对面这个姐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。上票了，上票了，上票了！最后1分钟了，家人们，不要，就最后一把，不要不破百吧！结果小豆是零票，然后我是20票，真的很蛮尴尬，蛮离谱的。希望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好 说不定哦，钟表哥。哎呀，我有40秒钟的时间，快快让豆星我脾画气钟很表，咱们大。让豆星画钟表了。耶，他咱们二就十，给他看，耶，谢谢紫菱咱们包，耶，谢谢这紫菱是干包嘛呗。呀？咱们还有20秒钟的时间。紫菱上票了，家人们上票了。咱们就是干嘛？咱们就是，咱们就只我是们想让是，豆星月老师画个钟表罢了。对，家人们不要被偷打，不要被偷打，包被包出去了，包子晚安。
刚刚，刚刚，刚刚，哥哥，哥哥画钟表了，哥哥，哥哥是用眼，哥哥是用眼线笔画呢，还是用口红画呢，还是用眉笔画呀？呀，一个就哎，欢迎我们大哥，不行啊，咱们再来吧。什么？滚动的？这是哦，这是十二是吧？干嘛？哥哥画个一呀？这不必吧？这样找一吗？这是干嘛？三在颧骨，宝宝三在颧骨上。三四五，来六在下巴上，宝宝。六，七一八九九十。十一，来两根针，两根针。我要给你再打一把。现在是12:04，咱们就是画个12:04吧。我这是玻璃晚上我没有画脸。你咱们先去，待会儿去嘲笑一下窦星月老师。不行，我要给你打一把，你我一定要让你画。干什么呀，哥哥？这是干什么呀？对吧？我要再输了呢。这把你输了的话，你涂一个烈焰红唇吧。我没有红笔。没有，就口红，就是画出去就行，画那种欧美大的吧。不是，我主要没有口红，没有口红，我可以用眼线笔画。眼线笔，你确定吗，哥哥？可以啊，我用。很难写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口红。那这样子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就画一个飞天眼线吧，好吗？然后再用，然后呢？再画我这个腮红，然后再画一个嘴巴，行吗？行啊。行，咱们先。截个屏给蛇姐，就是去吐，就是去笑一下你吧。来吧，上票了，上票了，最后一把，我打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我也去搜一搜。我们好妹妹，干嘛，姐姐？别害怕、啊。哎呀，紫菱走了，现在紫菱哦，紫菱又回来了，现在紫菱又回来了，紫菱我的救命主。秋风和紫菱都在，咱们就打一下窦老师吧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，谢谢果果。我是没想到我好妹妹摆了我一道。什么？是谁说化妆表的？哦，是我。我说的是另一位好妹妹啊，给我上了一波死亡票。好选刚刚那个上二十二票的宝宝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这个，哎，不知道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刚刚才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下张票吧，然后我就下播了。对，我也下了这把，无论输赢，我就下播了。就是看这把哭着下播还是？那你还是哭着下播吧，哥哥。最后一把了，走吧，最后一把了。嗯，最后一把了，点玫瑰。好紧张啊！别紧张了，哥哥，都最后两分钟了，哥哥。真的救命！小仙女，小仙女，快帮我上票吧，秋风。这样真的蛮喜剧的，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哪有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对方呢？不
不行，我这第一次就必须结仇，真的吗？